给狗狗装饰屋子啊，把这个屋子装饰一下，然后狗狗给这屋子环境肯定会好啊。发他已经他不管孩子了。走，搬家啦，拿两个孩子这回。拿两个。拿一对。宝宝搁这长大吧，行不行？发财，满不满意？这新家满不满意？发财，是不是你的孩子？查对数数对不对？啊！这是天刚好黑了，无需言语，无尽浪漫。哎呀，太温馨了，小家，真好。下眉头却上心头。